香港青年抗疫连线的朋友，大家知道在现在这个肺炎很肆虐的情况底下，全国大家一起齐心一致共同去抗疫。我们这一班香港的朋友们在这里今天有一个快闪的行动，希望我们就将我们的心意透过我们今天这个行动传达到过去武汉，从全国人民一起，我们齐心抗疫，为武汉加油，好不好？好，我们一起叫口号，齐心抗疫，齐心抗疫，武汉加油，武汉加油，齐心抗疫，齐心抗疫，武汉加油，武汉加油。我们阵间就很简单，我们有一个就写心意的行动，阵间我们就在这两张卡上面，希望大家将我们的心意写上去的这报纸上面，然后贴上去。咁陣間，你都希望各位傳媒朋友可以將我哋呢一個信息幫我哋帶到去全國，帶到去武漢。多謝各位。咁我哋有其他朋友大家都講兩句説話，同武漢嘅朋友，同我哋全國嘅朋友一齊打氣。武漢嘅朋友，你哋從不孤單。香港嘅同胞一直用心出心出錢出力支持你哋。武漢加油，中國加油！各位武漢的朋友，各位香港朋友，我們一起去打贏這場抗疫的戰爭，我們眾志成城，萬眾一心，排除萬難，武漢加油，香港加油，中國加油。好，武漢的朋友，首先在這裡要跟你們打個氣，跟著第二就是今天我們就風雨不改，因為為什麼很多網友都有查詢，喂，今天這麼大雨行曬雷，改不改期啊？我決定都不改期，因為我們武漢的同胞，武漢的朋友他們一路在前線上面去作戰，這麼艱苦他們都沒有放棄到，所以我們都堅持去搞今天的快閃活動，去為我們一眾的武漢的市民打氣。武漢加油，武漢加油。好好，那等等我們就 會有一些帽子去派給大家，那跟著大家都可以 寫一些心意在上面，咁跟住啦，最緊要咧，我哋咧都會同大家咧拍條片嘅，即係好似咁貼上去，跟住同武漢嘅同胞講：武漢加油，好嘛？咁啊，咁今日開始咯喎，好嘛 ？Ready 好嘅，好。風雨不改啊！風雨不改，武漢加油！好，繼續。武漢加油，中國加油。武漢加油。更堅持堅守住一個信念，就是希望快啲可以捱過去。咁身為香港年輕人，亦都要做一啲行動，去同我哋嘅同胞打打氣。香港人一家人，大家加油！武漢加油！齊心抗疫，武漢加油！武漢加油！有齊心抗疫，武漢加油！齊心抗疫，武漢加油！好嚟。好，我哋喺呢一度咧就为武汉打气吓，一齐咧系全国一齐齐心抗疫，同埋喺呢一度咧都喺呢一度向紧守岗位嘅医护人员致敬，咁辛苦佢哋喺呢一场嘅疫症里边咧去紧守岗位吓，服务我哋嘅病人吓，希望呢一场嘅战役好快过去啦！武汉加油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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
武漢加油！齊心抗疫，武漢加油！中國人，一家人，香港青年同胞為武漢打氣！